燕赤赤和静有改装扮，偶有惊吓，他变态啊！被女人偷摸屁股，你会觉得恶心。如果发现那个女人是男扮女装，那他变态啊！周一早上9点多，日本 JR 铁道的电车内，出现一位穿高跟鞋、粉红色洋装的长发女。虽然全身女装打扮，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是男扮女装。她好几次故意触摸坐在身边年轻 OL 的屁股，吓得被害 OL 跑出车厢，向站务员求救，而她也当场阿萨里承认。当地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名54岁的另类痴汉是横滨打工族。当天他刻意准备了女性的服装跟鞋子，甚至还有及肩的假发，盛装打扮才搭上电车犯案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